其實唔係錢嘅問題啊！哇，咁即係我問題啦！哎呀，夏小姐，多謝曬你。要是這麼算的話，到底誰才是第三者？重點是最後跟誰在一起啊？重點是，他還是傷害了我們。咁你會唔會其實係唔想結婚，但係可以陪一個人結婚啊？哼，你想聽？我想同你一齐，而唔系可以同你一齐，系嘛？求真啊！你买假桃花有什么用？好辣啦！哇，好辣喎！就算考唔到车牌，都可以一齐旅行嘅。但系如果你考到车牌，就可以自己揸车决定去边。你那么喜欢香港，就应该早跟你爸爸说搬到香港去啊！你是不是应该好好的面对现实啦？什么是现实？现实就是你已经输了。